过来和师父和同修们见面，这是称仁泽法师和圣清法师父临见，得以拜见咱们北京的一些大善知识。通过这几天的参学，使我在身心净化方面受益匪浅，感恩佛菩萨，感恩各位师父，感恩同修们。参访的这几位师父们，有的搞一些科学研究，有的呢从事于治病救人，但是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当中，无论是弘道不言道，或者是搞一些科学研究，搞出一些既有理兼派又能够节能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从事事业的一些运作，搞一些策划工作的，都是他们文思修的结果，都是他们得以开发智慧，通过文思修得以开发智慧，是佛性得以妙用的一种表现。尽管这些善知识各自入门的途径和文思修的方式不同，但是各自用各的那种善巧方便，通过发心，所谓发心不是为之谋命，也不是为之谋利，而是为之为社会服务，是得以智慧的开发，然后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大家。有的师父讲弘道不言道，就是在顺应当今社会的潮流，解决大众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尽管他们不一定采取念阿弥陀佛的方式，不一定采取礼拜升香的方式，但是他们的发心，他们的作为，体现了佛法的真实不虚，也体现了，也证明了他们在做在行菩萨道，就是他们这个文思修的进行，有的是采取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的方式，也有的采取一切放下的方式，有的采取正心、正念、正知见的那种修行方式，得以文思修的深入。这个文思修是修学佛道不可逾越的那么一个程序，这个文和思和修是一体的，为文而文，为思而思，为修而修，把这个文思修脱节了，不是一种善巧方便的真正的修学佛道的一种方式。因佛法是不二，这个不二不光表现在空有上是不二，就是在文思修上也是不二。所以必须，如果让我说，这个文是知其然，这个思是要知其所以然，通过真修实证的方式得到正量，自身与佛性与佛所说的那个本来相应，得以开发智慧，得以自度度他。如果把他脱节了，我觉得这就不是佛法了，因佛法不二。如果光问问而不思，思而不修，那个有什么用啊？一个不光自己不能自度，也不能度他，在弘法的过程当中还很容易给人领错了路，是本来造福于众生，让众生得以离苦得乐，了脱生死的
那么一个大好法，佛教引入歧途。现在真正在社会上缺的不是道场少了，也不是经书少了，而是能够如法修行学佛学着做佛的出家的师父在家的修行人少了。我觉得这是当前在弘法利生当中的主要的缺憾。人们不学佛还好，越学佛为之自己得以往生，恐怕搭不上那班车，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了，变得心量小起来了，恰恰与佛陀所教导的一切放下，放到什么程度？放到断生死烦恼，连生死都放下了，还有什么可放不下的呢？所以好些人是因为走说佛的这条路而没有学佛学着做佛，并不相应，所以不光不能够自度，更不能够自他。就是在我这些年的修学过程当中知道不少的这样的例子。大家知道心法是一个末法时期亲证法法身很方便的一个法门，但是说它殊胜是因为它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一样，同样的殊胜，不是心法殊胜，其他法就不殊胜了。但是你真正要修学佛法，必须得与之相应，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或者观想的方式也好，才能够相应。有的呢，就是单纯的局限在说佛拜佛上，在学佛学着做佛，在修正上没有真正的下功夫，所以局限在说佛而已。用句咱们北京的歇后语说，就是天小的把式，光说不练，没有实质自己的正量，这个样呢，不利于自度，更不利于度他。有的同修在这条路上给别人指错了路，甚至断人的慧命，走到邪路上头去了，这种例子很多。打个比方，比如说咱们北方的有一位同修，是在家修学心法的一位同修，通过九几年的修学，自认为是得到了。95年迎请老人以后，北方的那位同修跑到济南请老人印证，自己以为得到了，实际没有得到，真正得到了，连个得到也不可得，也应该放下。认为自己得到了，恰恰还没有得到，因为还住在那个得到上。认为自己是佛了，恰恰不是佛，是魔。所以修学佛法是讲放下的，其他世间法都是积累，知识需要积累，方方面面知识的积累，甚至几代人学识的积累。修学佛法却不是这样，是讲放下，而且讲当下，一切放下，直到放下生死，能够了脱生死为止，连生死也放下，这样才对。我说的那位同修自以为自己得到了，证到了，请老人印证，老人怎么回答我不清楚，但是在我和老人一起乘车外出的时候，有一位同修问老人说，某某某那位居士是不是证到了？老人笑着说，证个屁，自己认为证到了，恰恰不是那个样。就是这位证道的这位同修后来到南方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后来到一位大菩萨班的那么一所佛学院，到那个地方去，自以为自己证道了，到了那个地方去，把那位大菩萨班的佛学院心中心法的研究生班，这个证到了，那个得到了，不用用功了，都给人放学了，在社会引起不好的反响。那位大菩萨对心法弟子的这种做法也表示不满，不应激，影响
正常的佛学教育的进行。他的师父呢，恰恰是那所佛学院的副院长，而且在中国佛教学院还有任职。他也认为他那个弟子是正道了，因为如果真正证了道，亲证法身，花开见了佛，正是知道佛和佛性是什么，正是开始用功的时候。因为在这之前连佛和佛性是什么都不知道，还在盲修瞎练，怎么能够相应呢？证了道以后才是开始用功，而不是不用功了。正因为他这种作为，把人家佛学院的那研究生那学生给人放学了，那位老师傅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佛学院让他给搅和了，都放了学了，说在社会上引起不好的反响，断人的慧命，影响人家修行，因为自身的执念，就是他自认为自己得到了正道了，恰恰还没有，说这个样的容易造成不好的影响，给社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断人的慧命。而他的那位师父呢，本来是个很有善才的，表达能力很强，在佛教的教理教义也很有认识的那么一位师父，尽管在家他是两所佛学院的都有职务，就是这位师父对他弟子的这个作为他持肯定态度，恰恰不听上师的话了，认为上师这个说法不适用于他的弟子，他认为他那个弟子采取禅宗的棒喝的那个方式是大心量大修行人，没有什么过失，随缘应机才是佛法，不随缘不应机不愿入就不是佛法了。后来老人就批评他这个弟子，他这弟子做出来的事是因为他师父带出来的结果，所以老人呢对这位同修采取了批评态度，这位同修呢接受不了，后来老人说他不是我的弟子，老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96年我到上海迎请老人的时候，总结着那位师父，一个是与原因老人结缘，与那位师父关系很密切，他告诉我老人当时所在的地址是迎请的老人，再为另外的就是那位师父虽然没出家，就是在佛法的教理教义说起来的时候还是还明了，因为没有真实的修正，没有真修实证，不甚明了，所以遇到事的时候还是糊涂了，并不清楚。当时叫这原因老人90多岁了，到处传法弘法利生，辛辛苦苦，对90多岁的老人来说很不容易，老人需要助手，需要他的弟子帮助他做这些工作，作为那位同修在佛学院里面任职，甚至在中国佛教学院也任职，是位人才，在弘法利生上头是老人的助手，很想着让他能够认识到过失之间的不正，能够向老人忏悔认错，然后做些弘法利生的事儿。所以1996年迎请到原因老人以后，与此同时我找就是在济南负责和外地联系的一位同修，问他你知道不知道那位老师的现在的去处，那位同修说听说在四川，问您能不能联系他，就是在咱们迎请老人到达济南的时候请那位同修要过来一下，向老人认个错，然后继续给老人帮着老人做事，做些弘法利生的事。尽管是那么想了，把他从四川请过来，我到机场去把他接的，接他的时候在路上把老人为什么发火这个事儿，他过失在什么地方，其实毕竟你的弟子说了些不应机
正式人民该用功的时候，你都给人家放学了。一个在社会上造成不好的影响，另外在修学佛道这个方面是给人的一种错误引导，短人的慧命。因为他是你的弟子，老人批评你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你在这个事上头是一个袒护你的弟子，意识不到这个事，还认为他是一个禅宗绑贺的那种作为，错在这个地方。正是该用功的时候让人家放学了。在路上呢，尽管从机场接他的路上，我给他谈了老人的想法，就是作为那同学了，仍然没意识到这个事。后来到了济南以后，济南的同修想激励他能够向老人忏悔认错，然后改弦更张，沿着正确的修学道路往前面走，直接要正，这样才能修得出来，才不至于误人。那位同修到了济南以后，见了老人顶了三个礼，老人慈悲，就都掀过去了，重新给他灌顶，对他加持。是本来老人到了济南之后，当时在沿海一个城市，当时一个市主管局的局长曾经在老人去之前应请过老人，老人去了以后呢，给老人汇报这个事，老人答应到那个地方去传法去立生，老人让我陪着他，因为这几年到各地老人叫着我一起去，我呢也准备和老人去。但是那位同修去了以后，因为他比我更年轻，在为弘扬佛法上头做事，他比我时间更长，而且在知见上头，在弘法利生上头，他比我能起更大的作用，所以我呢就和济南的同修，给老人做饭的同修，供养老人居住的同修，就老人身边的几位同修，因为都是我的同修，我给他们做工作。我说到某某地方去，我说我就不去了，他们都建议请那位同修跟着老人去弘法，这样呢他有更多的和老人接触的机会，认识错误更有利于弘法利生。后来老人同意了，回来以后呢，因为对这个事儿他没有真正意识到，还是坚持他自己的那种看法。既然你是老人的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话，没有不听师父的话你就能成就佛道的，特别是你出了偏差之后不思悔改，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拿着上师当上师。在密宗当中，汉传佛教是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藏地密宗是四皈依，皈依根本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根本上师是佛法僧的代表，上师说话你都不听，你怎么能成就呢？就跟老人说了，他不是我的弟子，不能带我传心中心法。但是那位同修仍然在南方传心中心法。后来没多长时间，据有的同修给我说，那个地方的宗教部门举报到中央，说心中心法是邪教。后来这个事传到赵普劳那了，赵普劳对元音老人很赞叹，很敬重。元音老人是中国的十大居士，是赵普劳极力推荐的，有些著作上头，有些书上头印着有元音老人的简历。老人没有心写什么简历，也本来没那个想法。我问元音老人，你怎么写个短历呢？简历呢是赵普劳让元音老人写个简短的简历，所以就出来这个东西。说赵普劳说，心中心法是正法，是元音老人弘扬的一个法门，是正法，不是什么邪教。之所以在社会上造成影响，就是那位同修和心法的弟子不如法修行，各自为政，往乎说一，并没有真修实证，在问思修上出了问题了。
这是他这个结果。另外呢，还有一位同修，从80年代末就给他认识，那位同修应该说是慧根不错的，他在文化部门工作，从事于美术编辑，应该说不错，80年代我们就认识。但是这位同修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老问为什么修学佛法，老问为什么说了三归五戒了还不修，还问为什么说了菩萨戒了还问为什么，唯恐上当受骗。一直到去年见到那位同修还问为什么，如果上学读研究生的话，那研究的科目都完成了，还问为什么还没有开始起步，唯恐上当受骗。那个你想知道一览众山小的那种境界，你不登到山顶上头不回过头来看，你怎么能零落到那个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呢？即使书法界的一位大德尼父，是我不懂书法，我随便那么一说，有一年到泰安去，在岱庙看到一块碑，上头写着第一山，泰安的同修陪着我去，说这是弥福的一个真迹。因为我没修学过书法，虽然现在有时候写几个字是滥竽充数而已，是表达有利于人心向善，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修学佛道，是属于这个方面的方面，并不懂书法。到了第一山以后，如果你闭上眼睛看那个第一山，那个弟子应该是笔者到达泰山以后，一看泰山起起伏伏，很巍峨，那么一种景象和心态的写照，简直就是一幅画。那个弟子，那个一就是当笔者登到泰山顶上，从上往下看一览众山小的那种境界的写照，那个一就是他登不到泰山顶上，没有那种感悟，那个一他写不出来。那个山从山上下来，再重新看山，看山不是山，看山水不是水的那种境界的一种写照，就是一幅画，而且是天人合一，一览众山小的那么一幅画。说起来是字儿，就是画，就是身临泰山，登上泰山，零落的泰山，又从山上又下来的那么一种写照。这三个字儿就是完整的一幅画，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写照。也是他就是在书法上头问思修的那种表现，也是佛性的妙用。所以没有不问思修，不修怎么能体悟到佛陀的教导呢？尽管我说的那几位同学善知识，有的从正心正念正知见的那种角度做些世间的事业，有的从弘道不厌道的那个角度，有的从治病救人的那个角度，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他们问思修的结果。说如果不修光说佛，就是天桥的把式，相应不了，跟人领错了路。就是我说的从事美术工作的这一个，说起来也是个笑话，他呢曾经写过一个关于十二生辰的那么一个剧本，拿到北京来请文化主管部门认证审批，到时候好拍电视剧。可包一次批不下来，包不一次批不下来，光他自己到北京来催这个事儿，也不就来了多少趟。最后等那个十二生肖的电视剧都拍出来了，他那个报批的那个还没下来，一看给他写的那个电视剧的那个剧本基本上相同，是被人家剽窃了。
态度很低沉，情绪很低沉，想着这是什么事儿呢？我这是叫未必是个坏事，也是个好事，让你放下世间的一些追求，一心修学佛法，真修实证。你既然是搞美术的，你多画些佛像多好了。因为我不懂美术，他呢就开始画一些像，画三圣像，画观音菩萨像、地藏菩萨像，画了一部分佛像。特别是他在画三圣像的时候，观音菩萨衣服是白衣的，颜色浅，所以三圣像出来以后，观音菩萨老等于站在前边，因为色彩方面的差异，产生位置上头有些不协调了。后来他处理了这个问题以后，他想着把这些佛像用在老人出版的弘法利生的一些书籍上头，他到上海见元音老人是办这个事儿的，可恰巧就碰到我说的北方的那位同修，因为他没有修正啊，光问为什么，一直到去年见到他，还是韩老师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说也说不清楚。你不如真修实证，亲自尝尝梨子的味道，来得更可靠一些。所以他遇到那位同修之后，哦，叫这是个正老道的了不起的个善知识，跟着他跑到南方，把那位老师傅辛辛苦苦办了的佛学院给人家放学解散了。后来又把那位同修请到济南讲经说法，请了去以后，我也过去了一趟，在一位同修家里面，说这一位见到了，哪位没见到，这一位见到了。最后讲完了以后，正老道的留一下来，没有正道的都先出去。这叫见到吗？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样，老人在批评这位同修和他师父的同时，因为他也跟着在里面运作这个事儿啊，老人对他也进行了批评，因为他没有实修过。当然他对老人的理解那种慈悲他不理解，不是为着个人，不是跟你过不去，而是短人的慧命，跟人领错了路了，他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的做出来的这个事。但是从根本上头还是那位同修这个事做得不如法不圆融，他呢就想不通。有一次呢，我打了几次电话非得到我家里面去，那个时候我那个事儿挺多，结怨也多，每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安排这些事儿，所以没有安排他的时间，就说等着方便的时候你再过来吧。我知道他过来就被老人批评，他理解不了不满意，觉着很委屈。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执意要过去，我说实在不行你过来过来吧。到老家之后我们聊了半天，就说老人为什么要批评，这个地方不应激，不应激在什么地方，哪有什么正道不正道，哪有正道的人那么做的，说自己正道了恰恰是没有正道，而且即使正了道也是正式开始下手用功修行的时候，因为在正道之前连什么是佛什么是佛性都不知道，怎么与佛相应，修什么那时候只能是盲修瞎练。正因为正了道了，连正道要放下继续用功，尽管花开见佛了，应该给更深刻的见佛，看得更明了才是。也是大正多少次，大悟多少次，小悟若干的那种机会，正是用功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实证，没有实修，所以他不理解这个事也是正常的。但是他理解不了，说了半天他也不明白。就那个时候恰巧我的一个邻居，在我们宿舍门口开小卖部的那个邻居，也是修佛的同修，也是元音老人的一个弟子，哎，突然领进一位出家师去，因为我不认识，我就问那位同修，我说这是哪来的一位师父？他说这是一位走路的出家师，从这个地方经过，问路了，问着他了，
他把我领到我这来了。我说马路上的那和尚那出家师不有的是吗？你都往我这领干什么？那位同学给我说，这个师傅是从刚从上海元音老人这个地方来，所以我把他领到你家了，正好和我说的那位光威为什么的那位同修赶在一起了。那位师傅了坐到沙发上头，本来我家两个那个木质的那个沙发，简易的沙发，这边这个为什么的那位同修坐着，新来的那个师傅坐着这儿，进门就大骂那位同修，这人太糊涂了，怎么着呢？说了半天，本来了，因为他不认识他，我觉着也很难怪。但是我说服了他半天，他听不进去。正好这时候佛菩萨安排那么一位出家师来开导他，我觉着也是个好事。我呢就忍气表示说，老人怎么批评那么着？说了半天，说的那位同修很尴尬，脸上青一块红一块。我给他一起在那听，等着他说的差不多了，我说你见过没见过老人批评的那位同修？他没见过。我说这位就是啊，就是说了那么多天，让那位出家师三七二十一一通数落的憋了气了，没那么多怨气了。这是个机缘，就说明在修圣修行弘法利生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真正的问思修，没有真正的正量，自己不光不能解脱，还要断人的慧命，误人给人领错了路。这是尽管现在讲经说法的资料很多，圆融的还显得太少，好些都是骨刺事迹，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因为我自身还不明了，是尽管录像录音，希望仁泽师和咱们这里的师父同修们指正，讲的不入法的地方该删就是删，别手下留情，因为我自身也不甚明了，是和大家在一起聊天而已，遇到的一些事儿一些感触，谈谈一些体会和大家交流。就是另外济南还有一位同修，就是这些年来修行净土法门，不管在素食和在修行上头很精进很用功，而且一家人修几十年了，也是济南的一位老居士，和心中心发结缘就与这位同修有直接关系。他不光在教理教义听起来比其他同修更明了之外，另外他广结善缘，全国各地的一些修行人大修行人他都结缘，所以当时我到陕西长定上师那的求心中心法也是这位同修结的缘。但是毕竟这些年他缺乏实证，就是缺乏文思修的那个结合，脱节了，都说在口头上头说佛说教上头没有实证，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在社会上头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也造成出现一些悲剧。本来他在修持净土法门上头很精进很用功，几十年如一日，是济南的一位居士头，后来他结识了西南陕西方面的一位出家师，那位出家师我没见过，但是呢好些同修对他褒贬不一，有的说他是行菩萨道的一位大善之士大菩萨，有的说他是个大魔头，说法不一，因为我也不清楚，所以也无从评论。但是这里面出现个什么情况呢？就这位同修自从结识那位师父之后，那位师父领他到西藏布达拉宫去拜过，从布达拉宫回来以后功高我慢起来了，据他讲
他到了布达拉宫以后，布达拉宫的师父活佛把当年莲花生大师使用过的法器拿出来让他看，说现在这些修行人唯有你才配使用这些法器，别人没有资格用这些法器。回来以后飘飘然创立了一种蓝教，把自己当成是再来人。藏传佛教有黄教、红教、白教、花教、黑教，他创立了一个蓝教，是以再来人自居。本来在持戒修行上头，持戒方面还很严格，碌碌不动，我说之行的碌碌不动，但是从到了布达拉宫回来以后创立了蓝教，他自己没出家就剃度出家师，人家见了他不敬礼，就不恭敬在世的佛了，抽烟喝酒，就是不是原来的他了，住在宾馆里面随地吐痰，弄得人地毯上头进行污渍，让人家罚款，而且开始收供养了。后来在运动当中，好像严打是什么，政府把他收留起来审查了。当时呢，据说我不大了解，好像想审查他是不是属于邪教的人物。虽然他收供养了，但是他建了一座庙。邪教都有邪教的特征，一是有组织纲领，一是敛财，一个乱搞男女关系，可能在这方面没查出他的问题来。最后以党员干部从事宗教活动，把他开除公职了。他自身没受过心中心法，更没修过心中心法，他传心中心法。有一次，一位同修，受他传承的一位同修，到我家里面去，说起心中心法。他说他是那位蓝教的再来人传承的。他说那位同修不让供养观音菩萨的像。我说为什么不让供养观音菩萨像？他观音菩萨是菩萨，这菩萨最坏，光让人称菩萨不让人称佛的。不胡说吗？这是能是正法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文思修的脱节。尽管他文的很多，也可能思了很多，但是这个思不是正心正念正知见，最后自己不能当家做主了，在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甚至也断了一部分人的慧命，所以不能脱节。尽管就修学佛法的道路很多，但是还是真修实证，有其自己的亲身的正量，才能够在学佛学着做法上头自度度他上方面才能够有更大的作为。所以就是通过拜见参访那些为善知识，尽管各自入门的门径修行的途径不一样，但是都是通过各自的那种问思修的方式与之相应，开发出这智慧，然后做出一些与社会有益的事，有利社会环境的保护，有利人疾病的排除，有利人世间事业的成就，都是一些善知识，都是问思修的结果，也都是佛性的妙用。这个佛性的妙用不是说非得念阿弥陀佛才叫佛，发菩提心，一切放下，为大家好，既有利六道众生的离苦得乐，又有利社会的进步发展，就是在改善环境上头，减排、节能、排污方面，在治病救人方面，能解决众生当下的苦，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种方面。不能说不是佛性的妙用，佛性不光存在佛弟子身上，因为众生本来是佛，所以我觉着靠说佛靠不住，这些笑话出多了，
既自悟又悟他。所谓的修学佛道，祖师们有不同的描述方式，有的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的叫真空妙游，有的说前念一断后念未生，真如自性，总而言之是一不是二。不管修什么法门，释迦牟尼佛都是让人放下的，让人证道的。现在问题是好些人把释迦牟尼佛的知月知知当成月亮了，你这个法出生，我这个法不出生，住在法上了，而且生出那么多分别，不修学佛法还好，越修学佛法，那些分别、那些执见、那些挂碍越多，心量越小，背离释迦牟尼佛的那种胸怀和本愿。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教训应该吸取。所以不管修什么法门，充其量是平常心、平等心、无分别心是也。就是都是对平常心、清净心、无分别心的那种印证和相应。不同的平常心、平等心、无分别心的程度，也就是用佛教那种菩萨佛多少地菩萨什么国位的佛的一种善巧说法。是如果不修正，光说了半天，不光误一误自己，还容易给别人留错了路。就是我所说的那位不让供观音菩萨，光供佛，说佛最坏，菩萨最坏，光让人称菩萨，不让人称佛。他是让人称佛的，让我说是让人称魔了，值得其烦，所以还是勤正一下为好。另外说到发菩提心，用佛法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发菩提心。脱离了菩提心，脱离了就是出离心。这个出离心不是说光让人剃度走出家修行的这条道路，这个出离心有一个让人放下，当下放下，当下即是，不用世间那种我的执着、我的分别，远离贪嗔痴，自然而然能够勤证佛法，与诸佛菩萨相应。一个是让人放下，跳出三界外，不在无形中，这叫出离心。另外呢，也有一个让人了脱生死，超脱轮回，不在六道当中轮转了，出离六道轮回的这条路，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给指的到彼岸的那条路。但是这里面你需要相应，要想着相应，不问思修，而且有正量，不可能与之相应。所以在我写的到加拿大以后，姑娘领着到那叫个什么山了，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大街的那么一个山啊，洛基山，到那里去看了一次。所以那个地方全是自然的景色，到了一个湖前面，那个湖水碧绿，湖的对面景色又是一番景象。那个湖边上停泊着好些船，而且那个石边上有好些石头，当时有感于佛道的修行，写了一句碧波清流心自度。本来下一句相用石卧岸边也枉然，那些大石头尽管到了岸边上，毕竟它到不了对岸啊。就是你到了那些船上头，老人说的那个包装药炉不解开船的缆绳，拼命的话还在岸边，到不了彼岸，不如用那个当下净土苦几天更容易表白一些，所以选了那么一句。这好些同修把老人知月知知，把佛菩萨的知月知知当成是月亮了。不学佛还好，越学那些挂碍，那些执见越正越重。我说这个的意思不是说不让人
学教理教义的。知道了，正因为学习了教理教义，释迦佛是让人放下的，让人证道的，不是住在那上头，反而增加了一些挂碍。因为修学佛法是减法，不是加法，而且是递减。人本来六道众生本具佛性，所以释迦佛是众生是佛。但是正因为我的执着，生出些六根的分别，生出一些贪嗔痴来，生出六根来有些贪嗔痴，所以人在六道当中才轮回不息。如果对往生的执着，对法的执着，释迦佛早有批评，指那些阿罗汉是自了汉，是脚丫百种。那咱们念阿罗汉也那个、官也没挣到，就住在这些相上头了，怎么自度度他呢？难免跟人领错了路。就是你求往生，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个人的一种追求，尽管比求命求利要好了，但是还是一种私心，和佛菩萨和释迦牟尼佛和咱们修学佛法的诸位本尊总是不相应的。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地藏菩萨地狱不渡空誓不成佛，何等的慈悲啊！正是因为放下，那么究竟宁可自己下地狱也要度众生，地狱的那些众生。正因为这个样，这样的发心，这样的修行，这样的性质，所以他本身就是佛。这些年也拜了不少师父，到处求法，但是这些年心里面那些疑惑，就是心经里面讲什么是佛，什么是佛性，就是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自然而然也就不动不息，不难不悲。为什么修行人都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总觉着不是一个味儿？要无从问起，因为都是修生息的。后来亲近圆寂老人以后，请示圆寂老人，老人说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应该亲证无所住涅槃，天上地下随缘寄托，需要到哪里度众生就到哪里去，这是何等的胸怀，这是何等的洒脱。正因为老人有这样的知见，是老人闻思修的结果，老人亲证的结果，要不然他不会有这样的说教。本身就佛菩萨的那种说法，所以圆寂老人的成就而在于他亲证是再来人，所以才这样。尽管带老人传法，从第一次传法，在传四皈依的时候，都明确的说，尽管咱们在一起修学圆寂老人教授的心中心法，按照四皈依，咱们的根本上师还是圆寂老人。尽管圆寂老人走了，他在临走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来也非来，去也非去，只此来去，一非来去，哪有什么来与去的分别啊？他生前修证的是无所住涅槃，天上地下随缘具足。咱们在这里一起修学圆寂老人所讲的法，诸位菩萨、佛菩萨讲的法，老人不会不接引咱们，只不过是以法身的形式在接引咱们。是老人那么想、那么说、也那么做的，所以希望咱们在真修实证上头，在文思修上头把它结合起来，把它作为一佛教的最基本的原则，佛法不二，一切是一是一，一是一切，真空妙有，把它脱节了，自悟悟他，短人慧命就造业了。希望大家能够亲证一下，就是在求法、求学佛法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一个发菩提心、出离心。不发菩提心，尽管你念阿弥陀佛，我说那不是佛法，是私心，是一种自私。佛菩萨不会因为你念他的圣号，他就接引你，也不会你落了法了，阿弥陀佛光接引没有头发的众生，不接引有头发的众生，那就不是佛法了，是一种分别。当然作为落法
出家修行殊胜得很，修行人牺牲了自己在世间的好些东西，把身体献给佛陀，献给众生，难能可贵的舍。既然是走了出家修行的这条路了，应该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应该相应才是。有一次我到福来山去，那地方有一棵中国的银杏芒，被当地人称作一楼一扎一媳妇的那么一棵银杏树，几千年了。所谓几楼，就是一个人想量量那个树究竟多么粗，包了好几包好几楼没搂过来。最后呢，因为那地方站着一个人，有一个小媳妇儿，还剩了一块地儿，没法再包了，再包就包着人家身上了，用手扎了几扎，几楼几扎，另外加上那个小媳妇儿，那个粗就树那么粗，中国的银杏树。在那棵树的左面有一个小道场，一座观音庙，那座庙就是砖土结构的那么一个小庙，但是就是在那个银杏芒前面有一个石碑，古代的一个石碑，不是近代的，更不是现代的。那个石碑上面雕的那个碑文是释迦牟尼佛哪一部经上头的一些一个经文。我看了看那个碑文的意思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说，真正能够灭佛法的不是魔，而是我的弟子。哪一部经上头我不知道，那上面写着哪一部经上头那么一个字，他们转有那么一个石碑，那个石碑是古代的，不是近代的，更不是现代。周围的一些同修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一开始济南的好些同修受有的师父的影响，那个时候念佛主张什么大声念见大佛，小声念见小佛，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声嘶力竭的喊希望见到大佛，恰恰这种挂碍这种执着，你见不着大佛，把嗓子都喊哑了，就是佛来了也得吓跑了，你怎么能见佛了？所以在老人讲略历明心见性之前，好些人讲明心见性讲佛讲起佛性的时候，讲到真切处的时候，讲到关键的时候，就含糊其辞了。甚至有的认为明心见性不是一生一世的事，这些说法的由来原因正是因为这些修行人自身没有亲证，说法的结果给人领错了路了。尽管成就佛道，特别是断无量劫以来八十天里面那些烦恼那些种子那些习气，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有个长期的渐修放下的一个过程。但是明心见性不光是这一生这一世能够做得到，而且如果你放得究竟，与上师与佛菩萨相应，或者是当下的事儿，完全可以证见得到。所以按照即心是佛即生成就的这条路，甭说出家的师父，就是在家的同修，只要肯用功心量大，与说咱们说修的这个法门的本尊相应，我觉着也足可以成就佛道。这一生这一世可以亲证法身，与本尊与佛菩萨相应，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就是众生是佛发菩提心，这是在修行当中至关重要的方面。仁泽法师之所以在北京能把它搞起来，建立那么一个道场，而且能够德行的感召，能够那么多出家师那么多同居士到这个地方修行，这就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这与任泽法师的直接修行行持有直接关系，得道多助。作为从这个道场的任泽师的直接修行行持，不管从对佛的那种真修实证的直接，应该是个正直见，我能够用我的那种方便能了知任泽法师他的胸怀心愿和他的作为。因为任泽师是正道的师父，而且是有智慧的师父，善巧方便，是位慈悲的师父。任泽师是我赞叹的师父之一，要不然不会把任泽师并没有想传心法呀，是我主动的传给任泽师的。正是因为对他所认修行行持的那种赞叹，我做的这个决定需要把心法传承给他。因为圆寂老人在世的时候也不是不想着，圆寂老人是新密的三祖，也不是不想着传出个四祖来。正是因为这些弟子们不争气，机缘不成熟，所以圆寂老人在临走之前才给我说，机缘到佛法兴，机缘不到佛法灭。就是作为六祖，五祖传给六祖禅宗，六祖也不是不想着往下传，因为当时的机缘不具足不成熟，是六祖以后就没传下来了。所以老人传法的前提就是做人首先得好，再一个有修正，世间法出世间法圆融，这是老人选择传人的几个条件。所以这个事我知道，一个直见要正不退转，这个地方是个菩提道场，我自愧不如，修学了这些年我没有那么大的正量，也没有那么大的德性，修学的不好，所以没能像任泽师那样为大家提供一个修学佛法的那么一个道场，为大家还能够提供免吃免住的那么一个机会。如果不是大德性，不是佛法的感召，不会有这个福报，咱们这些师父和同修们也不会有那么安逸的修学佛法的那么一个条件和环境，希望大家珍惜。我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向任泽师学习，向各位师父和各位同修们来学习的，是真的不要生疑惑。大根基小根基看什么，就看你心量大不大，能不能当下放下，能不能不疑惑，正心正念，这就是瑞根，就是大根基。除此之外别的就谈不上了。所以也是在修行过程当中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因为在修行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和其他法界的一些众生接触了接轨了，自己那个真我佛性能不能当家做主，这个时候这是个重要的一个关键。为什么修行密宗要讲究传承，讲究上师的指导，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不是密法密不可传，因为佛法本身就是度众生的，度的众生越多越好，但是因为他之所以讲全程，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特别在真修实证过程当中，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不住在相上，发菩提心，抱着愿众生得度众生成佛的那种愿望，佛来了佛斩，魔来了魔斩，不生分别，往上上一念是佛一念是魔，迈开步子登到台阶上面就是佛了，让那个台阶让这些相挡住了，这就是魔了。这个魔不是众生是魔，而是咱自心的分别心量小是魔，这是个正常的，不要介意。你在修行过程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困难和问题。我再打一个比方，有一年
我家里面突然有敲门的，开门一看，突然进来一位人，40多岁的一位朋友，不认识，没见过面。因为我家里面除了娶些同修朋友，还经常娶些根本不认识的人，所以在我家吃饭的人也格外多。管顿粗茶淡饭还管得起，所以家里面吃饭没人的时候很少。那位朋友去了以后，坐在沙发上头问，有什么事吗？你哪里的一位朋友？那是位我所在的那位区的，同时一个区的一位部属企业的那么一位修道的一位朋友。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一共3个孩子，一个孩子因为医疗事故，在有关儿童医疗保健的那么一个单位工作，因为医疗事故出了一条人命，就是因为违反操作规程出事了，孩子死了，与他那个女儿有关。另外呢，他一个女儿精神失常了，他家里面有些亲戚是搞精神病这个专业的，到医院里面呢，医院里面认定是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到处乱跑。一个女孩子她想找我帮助，我说我不是医生啊，既然孩子有病应该到医院里面去看。我说充其量我是念佛的，而且念的还不是明了，我更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是那位同修说他是修道的，修道家功夫的，修道的为之出家修行，为之瞒这个愿，家里面人妻子也反对，孩子也反对，都不同意他走那个出家修行的这条路。他这为之断家里面人的这些念想，诚心给家里面人别扭，就是把家里面人闹烦了，你就放我出家了，所以家庭气氛不是那么很和睦很和谐。他给我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当时那个区的人体科学研究会搞了一个气功门诊，他参与那个气功门诊的服务工作，他从事于收费和服务。就说有的气功师为之挣钱，本来他给人家调理没什么效果，那个气功师追到人家里面非得给人家调整去收人家那个钱。就说有的修行的人功德并不好，心性并不好，因为在交谈过程当中，这位同修修道的这位朋友在知见上头还比较好，说你该看病看病，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因为在交谈过程当中，我平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安排时间，就是哪一天吃饭之前正好还富裕一点时间，没安排别的事儿。我这就问他，我说你在哪里住啊？他说他住在我家西边一个不远的部属企业的铁道部直属的那个企业的宿舍。我说你怎么来的？他说我骑自行车来的，我正好这会儿没事儿，咱干脆到你家去一趟，咱俩一起骑着车，后来骑着车就到这位修道的同修朋友家里面去了。因为在我家里面住院的时候，好像他是精神方面引刺激引起来的精神病。当走到靠近他家楼门口的时候，那是一个丁字路口，这一面是庄稼地，这一个是小道，这边有其他的路，这边是他家的那路，正是那么一个丁字路口。当走到那个丁字路口的时候，看到一位其他法界的众生在那里笑眯眯的冲着我笑，接着我就明白了是那位众生在起作用，在寻求帮助。所以因为当时是夏天，人家家里面有妻子有孩子，而且都是女人，夏天热穿衣服穿的都少，我说你先走一步给他们打个招呼，我晚一会儿再上去。当时就是当他上去我还没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心里想你别着急，因为在这个地方是和这位同修这位朋友
和他家人聊天不方便，等我回家的时候晚上我在佛堂里头念念佛，再度你，帮你超脱。就是起心动念想了那么一下，等到他家的时候他们都穿上衣裳了，然后有个桌子，家里面也很简陋，没什么家具，一个桌子，这地方两个椅子，我坐在这个地方，这位同学坐在这里，他父亲坐在这边，他女儿坐在这里，我就给他给这个同学夫妻两个说话，不管修佛要道好，修道要好，都是修心，应该越修行家里面越和睦，家庭越兴旺，这样才对。修着修着就要闹离婚了，家里面不和睦了，不能给为家庭的成员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怎么弘法利生啊？修道也不能得到成仙。所以从我做起，家里面越是修行的人，家庭应该更和睦，有孝敬老人，更得体，对孩子，为孩子创造一个安定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孩子从这个门里面出去应该是微笑菩萨，大家更好。这是不管修什么法门，这是说必须的。正和他两位大人说话的时候，他女儿突然说话了，徐老师别忘了晚上我那个事儿。一下子就把我说愣了，一扭脸一看，他女儿直眉瞪眼的冲着我，当时愣了，但是后来一想，哦，我在下面生肖晚上在佛堂里面念念佛，超度超度那位众生。这时候他父母就问，你找徐老师有什么事啊？我说我们的事儿你就别管了，然后就那么过去了。等我走的时候，这个女孩子非得要送我，我说不送了，你父母代表你送我就可以了，不行说什么都得送。我说不是不让你送，怕你一到了大门口你一跑谁追得上你啊，撵不上你，你父母着急，我一定不跑，我就送到大门口楼道口，我就不送了。我说你说话还算话算话。然后他们送我到了楼道门口，到了一楼，他父母挡着他，怕他上墙前面去跑了，他说我不跑，然后就回去了。隔了一天，那位同修又去了，因为事先他去我不知道，听着有敲门的，一开门进来一个人，还没看清楚了，我家住着企业的老的那个三室一厅，所谓厅就是一个过道夹道，光线还不是太好，进来以后跪在地下就磕头等等的，我只担心把头磕破了，磕了三个头，等他站起来的时候才看到是那位同修。我说你怎么过来了？我姑娘已经好了，已经上夜大上课去了。就是那位众生说着，说如果你不发发菩提心，你想修佛也好修道也好，私心你根本修不出来，不管在哪里没有不有众生的地方，所以这个菩提心不是可发可不发，你想修行想自度度他必须得发菩提心。通过前些年在泰山山后闭关，和自然和众生贴得更近了，也有些感触。当时我在泰山山后在一个山谷里面闭关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有两座房子，一个是原来的房东的房子，他卖给泰山的一个同修了，本来谈的时候2000块钱那个价格买那个院子，后来在卖的时候签合同的时候他交着吃亏了，又涨了1000，涨1000，涨1000。另外他把那个房子卖了以后，他住在他小儿子的那个房子那个院子里面，所以是邻居。但是那老两口很勤劳，泰山都是山地，早你起来你看着他在南山呢，一会儿跑着北山去了，一会儿在东山了，又跑着西山去了，因为泰山泰安的那地都是在山里，就是和这个白店前面这块空地恨不能都得分两家，这一块平地你分给一家，那一家就是山，别人就是山地了，所以那个平地很少，
都是一块一块的很零散，到处是。老两口很勤劳，天不亮就下地耕作，轻易见不着他，多少日子见不着人。在我闭关的那个官房那个院子前面是一个道，往山上头去的一个道，道前面再往前面是一个，是本来住在一个山谷里面，是排洪水的一个水道，一个沟，沟和那个院子之间有一个土埂似的，那个埂上有两棵槐树，因为泰山山里面树多，都高枝效应，都争那个阳光，所以那个树长得又细又高。有一棵树上面有一窝喜鹊在那里搭窝了，然后在那里孵小喜鹊。当那个喜鹊小喜鹊孵到已经能够跳到窝边上，从窝里面跳到窝边，甚至到了后来能够在窝边飞一飞，但是飞不远，也就长了羽毛，羽毛还没丰满的时候，这时候让房东发现了，他呢找着村里面的年轻人，把那个树头砍下来，把那个喜鹊窝掏了。当时掏那个喜鹊的时候，我在外面正好出去看到这个，平时没声音，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发树了，我出去看了看，得有五六只喜鹊，虽然羽毛还没有丰满，还不能远走高飞，但是一个一个的胖墩墩的，都个头不小了。那位邻居把那些喜鹊逮住之后，那树头又掉下来，喜鹊窝就散了，那鸟就四处的飞，又飞不远，几只喜鹊都逮到了。逮到之后，他自己留了一只尾毛，其他的几只送给帮着他发树的那位乡邻了。因为咱们刚到那个地方去，树是人家的树，咱也不能指着人家发树啊，说只能用修行人的那方式给这些众生皈依，替他念佛，替他施咒，希望他早一点能从命，他是活不了了，肯定都得吃了他，希望他们能早一点从畜生道里面超脱出来，能闻到佛法，修学佛道，然后将来自度度他，发了那么一个心。到了第二年，因为他两棵槐树，这一棵发了，还有一棵。当我刚去的时候，那棵槐树上头又有一窝，又有鸟在那种搭窝了。那个鸟小一些，大约那么大。当时我挺高兴，又到了那个鸟能从窝里面蹦上蹦下，周围能飞的时候。因为那个房东忙于耕作，早出晚归，没看到那窝鸟。我挺高兴，我说过两天羽毛丰满了，它可以走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让这位朋友房东又看到了，他把我叫出来，他徐师傅，这窝鸟是斑鸠，斑鸠肉好吃，等着我找人掏了它。因为第一年去跟人家不熟悉，不好干预人家的事，人家的树咱也不好劝阻。第二年因为在那儿住了一年了，和他熟悉了。那位朋友是那个乡村的村支部书记，干了十一年，后来不干了之后在山里面居住，因为他祖辈就在山里头。后来我就给他说，他姓王，和我同年同月，但是生日比我大几天，我管他叫王大哥。我说王大哥，咱们住在这个地方环境很好，这些鸟在这里搭窝，它是选择环境好的地方搭窝，特别它繁衍后代，它认为是安全的地方，它才可能在这里繁衍后代。如果来窝鸟咱就掏了，来窝鸟就掏了，鸟都不到咱住的这地方来了，这地方还好吗？咱住的也没劲了，也好不了了。好在那位邻居还有善根，对对对，现在是电视里面宣传爱护鸟类，不管它了，不掏了，那就算了。没过三五天，那些鸟都飞走了，这个事儿也就放下了。我去的时候呢，是带着一副其他同修送给我的一副供邪结合的一副观音菩萨的像，说我在那没事的时候
去学这临摹观音菩萨像，因为当时正在修准提法门，所以早晨吃点饭以后开始临摹那观音像，因为他有工笔啊，线条啊，说念着准提咒画着那些线条，就是有意无意，就是在念诵之间，在画线条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念没了，把咒念没了，就是不知不觉叫着眼睛累了该休息休息的时候，一看天已经黑了，中午没吃饭，天天如此，早晨起来吃着早点，然后一直画到黑天才住笔。后来有一次正在画着画着观音像，听着外面好些鸟叫，山里面树多鸟多，这是正常的，但是哪一天的那个鸟叫不同平时，太多了，鸟这这这这这这。后来不由自主的把画笔放下，抬头一看，隔着窗户外面到处是鸟，干脆我就出来了，站到门口一看，树上墙上房上晾衣服的贴条上到处是鸟，而且这鸟的那种鸟鸣太欢欣了，真扎真扎，简直就跟那个广东音乐百鸟朝凤的那种身临其境似的，欢欣的不得了，我干脆就闭上眼睛在听那鸟叫。后来突然一睁眼，在这个房子的前面那个院子是经过水泥硬化的，除了留着那一块种东西，当时想种点菜，因为树太多了，阳光不充分，净招虫子，与其打药干脆不种了，其他地方都是水泥硬化了的地面，因为山里面种生太多了，晚上又不能开灯，一看在那个水泥地上到处是五颜六色的鸟，其中就有那几只斑鸠，当时心里面豁然一喜，正是因为当时替他们说了句好话，他们得以生还，这是带着他们那些同修来报恩呢，就是那几只斑鸠领了来的那些鸟。说释迦牟尼佛说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真实不虚的，说你不管在哪里修行，你在庙里在官方在山里头茅棚在哪里修行，如果不发菩提心你根本待不住，没有众生的地方，就发菩提心才有佛陀的那种循环本愿，才能够相应，才能够到处有护法，到处都护持。我就随便说到这里吧，阿弥陀佛，把这几天的感受和各位师父们同修们汇报一下。